啊，你觉得三十而已和二十不惑哪个好看呀？这个有点狠。你不用管我跟他是什么关系，你只要知道我对你是真的就行了。你记住，是我甩的你。大叔，为你那惹是生非的弟弟充分欠朕不嫌难，唯独回家到我这儿，最好一滩死水。凭什么呀？你说，你都站我跟前了，那肯定是二十不惑，太好看了，收视都比我们三十而已高好多。小童跟我一样爱自取其辱。